你觉得这样算是喜欢吗？我的来啊，来侮辱我啊，侮辱我啊，小姐你冷静哦，来侮辱我啊。那几位都是配菜。这个发射器送给你。发射吧，硬汉！我爱他，轰轰烈烈最疯狂。对呀，他是木工，对不对？他是木工，职业是做木工的，做妆，一做妆，所以你是斜杠，是不是？哎，等一下。你是谁啊？我是林良的女儿，我是浩婷。我老爸已经受伤了，没有办法讲话。你们喜欢欺负人对不对？来啊，来啊，玷污我可以啊，但玷污整个音乐人就是不行。小姐，你要说的应该是侮辱吧？对，是我太心急了，没错。对，我来，侮辱我可以，但是你侮辱整个音乐人就是。行，来啊，来侮辱我啊，侮辱我啊！小姐你冷静哦，来侮辱我啊！不要说我没有同情心了，好不好？分期付款，一次一格，我不签。你不签是不是？没关系啊，把他爸爸带回去泡茶哈，来走。好，我签了，我签。这样就对了嘛，来带走。要被玷污了。想要讲他伟大，你给我一世人最后的期待，你生活的未来，希望你会了解。虽然江山易改，但本性难移，爱你爱到白白白。哎呦，白痴哦！你说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哦，我从10年前就开始喜欢你了。啊，你就卡爹爹、搓搓、操扑操扑，那个拜拜。你觉得这样算是喜欢吗？你觉得这样算是喜欢吗？我的。啊，以后不要再吸毒呢。他没有啦，谁有？这个你知道，每次出国，一群人去出国，然后过海关都拦下来，我都被拦下来，带小房间被拦，回来也被拦，对，小房间戴手套，检查一定要，不要，那个危险，那个危险，他看起来勾引狼了，好不好？明修明修，爸爸爸爸，你收到讯号了吗？请宇宙步步来接我回去，明修明修，爸爸爸爸。小乐，你在干嘛？我听妈妈说，爸爸是来自外星太空207号星球，摩铁星球里面的摩铁星人。我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，摩铁爸爸说太怀念家乡的味道，想要回去看一下，结果就再也没有回来了。我以前比较常去的是大直沙多堡，但是后来倒了。现在我比较常去南港探索，戏子欲望，因为那边有摇摇马，比较好玩刺激。
镜啦。这个是叔叔的发射器。当我孤单的时候，我会看着他，传达我的思念。现在，我就把这个发射器送给你。只要你以后思念的话，你就可以用这个发射器发射，我就会接受到你的思念。要讲通关密语吗？需要。发射吧，硬汉。对，是这样吗？就是这一句。不要走。抒情歌，而且你的声音很有张力，声音有张力有 punch， 然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哎呀，你看，这么多的称赞，对不对？考你，看我，看你。几月几号？叮当姐姐演唱会？11月4号，漂亮。礼拜几？礼拜六，晚上7点。7点在什么地方？在北流。哎，正确，完全没有偷瞄。